少林气功内劲一指禅，出自我国福建省少林寺，始创于佛家六祖慧能，原来是内家功法，一直外传，历经一千多年，到本世纪六十年代，由还俗弟子缺阿水公众于世。少林气功内劲一指禅是缺阿水先生的嫡传弟子，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公理功法委员会顾问王瑞廷先生继承前辈经验的基础上整理创编的，是国家教委在全国大专院校推广的重点功法之一。正如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理事长张振华的题词中指出的，它是一种调身型气功，是无需一手，不用入境，简便易学，安全可靠的健身之道。恨天无还，
手心朝前，缓缓向两侧拔开。大佛，海地牢月，怀中抱月，班长发扬起群，放松。Stop.